Hello，同学们，大家好。Hello，同学们，大家好，能看得到吗？能看得清楚吗？能看得清楚是吧？我们的这个麦克风有没有什么问题？能听得清楚吧？就是没有滋滋滋的声音吗？能啊，行，那个啥，来，这个今天来的人不多，嘿，怎么这么少的人啊？对呀，今天怎么这么少的人啊？你们干啥呀？你们都，这都对浩宇老师没新鲜感了，啊？都干啥去了？对吧？才来五个人，六个人。咕噜咕噜。对吧？不对呀，不对劲儿啊。我们等一等啊，首先呢，我们来放首歌吧，大家一起先等待一下啊，人太少了，这人太少呢，我是觉得咱们上课呢，这个总得这个是吧？让同学们都听到吧，对吧？那么我们可以稍微等一下，刚刚我们也是刚刚到时，刚刚开始啊，这个我们听一下哪首歌呢？有没有想点歌的同学？听个什么歌呢？听个韩红老师的《回家》。
南来的脚印，向红颜排成行，告别了北方，回家的路依然漫长，带上父亲的喜悦和希望，天上星星排成行，在目送孩子回家乡，林木天朗，风雪竹朗，年轻的生命在路上，人间岁月山水愁，是热是让青春生光，天涯滚烫，落日金黄，孩子的牵挂，永远是家乡，永远是家乡。好的，那么咱们不等了啊。我们还是老规矩啊。什么老规矩呢？就是从下往上。今天第一个来的同学是花淑敏。那么花淑敏同学，这个花淑敏同学，最近你交的作业在哪呢？这首歌好听吗？是不是在浩伟老师的课上，这个不光收获到了知识，还收获到了各种好听的歌曲 Uncle。 怎么没找到呢？好，找到一个啊，来，我来听一下。这个花淑敏同学啊，我说一下你的这个问题。这个其实花淑敏同学呢，在我们这个同学里面啊，其实是算是唱的比较顺的，唱的算是比较好的啊。那么其实这个问题是什么呢？你的问题其实在于就是我觉得气息的运用吧，就是你稍微听着是有一点点提着的啊。你看，如果是我唱这首歌啊，我会让它整个的放下来。首先是吸气，鼻子吸，或者说口鼻同吸。啊，把这个地方吸开啊，这个地方啊，肋骨以下、肚脐眼以上啊，这一圈吸开，这种感觉啊，这个肩膀放松啊，自然的打开啊，是吧？云儿飘在海空，云儿藏在水中，早晨太阳里晒渔网，迎面吹过了大
海风，对吧？整个的气息拉住放下来，这种感觉啊，这样的一种感觉，明白吧？这个华淑敏同学听明白没？就是你这个气息啊，一定要给它绷住啊，也不是绷住，就是你这个地方一定要吸开啊。你看我们这个地方啊，然后不吸气的时候，我的手放在这顶着啊，这样一吸，对吧？放松啊，三二一，走，是吧？它是有一个一吸气啊，一吸气自然进气的时候，它曲线就会，对吧？云儿飘在海空，然后换气，月儿藏在水中，早晨太阳里晒渔网，一面吹过了大海风啊，这个气息很重要啊。大家刚刚听得到我唱吗？怎么样感觉？明白吧？就是咱们这个气息要自然，然后呢又要很这个顺，就是要达到一种一吸就能进去啊，就是很放松的感觉。就可以想象一下自己，比如说平时躺在这个，或者说这个躺在床上的时候啊，完全放松的时候，你会感觉你呼吸的时候，你的这个肚子是一起一伏一起一伏的，去找这个状态。对，打嘟噜是要好一些。好，同学们能听明白的同学给我扣个一，好吧？听不明白的扣个二。然后呢，接下来是知足常乐啊。其实知足常乐的问题呢，就是我一直也有跟你讲过，但是呢，云儿飘在海空，鱼儿藏在水中，早从太阳里晒渔网，迎面吹过来大海风。好，来，我想问一下你自己，知足常乐啊，知足常乐，这个想问一下你自己啊，你感觉你刚刚这首歌有什么问题？就是你自己听着感觉呢，可以先问一下你啊。知足常乐在吗？听不清啊。行，我说一下哈，首先你的第三句旋律是错的啊，首先你的第三句旋律它是错的，这个问题其实说过很多哦，稍等一下啊，有点问题。稍等一下，好，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啊，我们
们先给大家说，然后呢这个我们先听着，然后呢这个摄像头我们一会儿再说啊。首先这个旋律啊，就是说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状态，一定这个旋律要是对的啊，要是对的，然后呢在旋律对的基础上再去注意这个咱们的这个声音。好吧，明白了吗？这么早就吃晚饭了？是啊，你这么早就吃晚饭了吗？好，稍等一下，我们处理一下这个问题。我们接着说啊，我们接着说。这个摄像头突然出现了一点，哦，我知道了，什么问题？稍等一下，马上就好。弄好了啊，好的，同学们现在能看到画面吧？是不是能看见了？好的好的好的，耽误了一点点时间啊。哎，好的 OK 了啊。那么我刚刚说的啊，就是首先我们的旋律一定要对啊，这旋律其实大家只是需要稍微注意一下，其实就没有大家想的那么艰难啊。就是我们要力求做到它100%的正确，旋律跟节奏这个部分啊，我们不能这个私自去改人家的旋律。如果说我们可以随意去改的话，那么其实就会造成一个不好的这么一个效果啊，因为人家写出来都是有意义的啊，写出来都有意义的。来，我看
接下来是超脱寻常。直接搜吧。搜不到，行，那就找吧。超脱寻常，你在哪节课里面交了作业呢？哦，在这儿，来。首先这个超脱寻常，首先你要改变的一点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的这个吸气，你的吸气太夸张了啊，在不在超脱寻常？在的话扣个一啊，你的吸气太夸张了，你整个吸气是这样还怎么唱歌呀，对吧？我们只需要啊放平你的双肩啊，然后自然的往里面去进气啊，进气自己放进去啊，腰上打开这种感觉就行了，三二一走，这样就行了啊，口鼻同时，三二一走，吸气，对吧？或者口鼻一起，三二一走，啊，然后呢，直接吸好了以后，这样我刚刚说的，你应该在啊，这个肚子这个地方啊，直接就吸开了，一吸，对吧？很自然的一个状态。翻映着泪痕的肩，对吧？交给那旅行的水，就这样就行了，啊，就很自然的一个鼓状态，啊，三二一走。翻映着泪痕的肩。交给那旅行的水，何时流到你无边，让它弹动你的心弦，保持你的气息的这个张力就可以了啊，不要，千万不要这么吸气啊，这样是错的，好吧，能明白吗？超脱寻常同学，能明白吗？好的，老师，没问题是吧？好，接着继续走，接下来是农翠芳。农翠芳，来听一下。天上飘着雪，微云，地上
首先啊，这个我还是要说你这个普通话的问题。天上，明白吗？天上飘着些微云，地上吹着些微风。啊，咬字，咬字一定要那啥啊，然后这个咬字一定要这个很松，很松弛啊，而且呢，普通话一定要标准。然后再就是我说的这个吸气的问题啊，你也要把它吸开，正常的一个就是比较夸张的吸气，但是不要那么夸张啊，就是很自然的那个，这就够了啊，腰上给劲，就是腰上一吸就开了。天上跑着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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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要牙打开啊啊，要整个都要打开。嗯，明白吗？明白吗？就是第一个是普通话的问题，第二个就是吸气的问题。一吸气你要有一个起伏是吧，一吸啊，就憋这个劲哒这个农翠芳同学明白了没？我说的这个两个点。好，没问题。接下来是燕双飞，燕双飞，燕双飞。燕双飞同学在哪呢？交作业了吗？燕双飞，好，找到了，来听一下。云儿飘在海空，鱼儿藏
荡在水中。早晨太阳里晒，渔网迎面吹过来，大海风。好的，你看哈，这个燕少飞同云学，儿。燕飞同学啊，这音色也是比较好的。你看，来，燕少飞同学扣个一啊，我知道你在啊，不然我这对着空气讲。啊，你看啊，就是你就没有吸开，你知道吗？就吸气的时候，我们正常吸，你看这个一吸，喉头就放下来，你看吸气，对吧？吸气。对吧？一吸就放下来，放下来，对吧？然后吸好气，你看整个的这个吸气，肩膀自然打开，稍微微抬头吸气，云儿飘，对吧？鱼儿飘在海空，鱼儿藏在水中。早晨太阳里晒渔网，迎面吹过来。大海风放下来，一定要放下来，放下来呢，吸气很重要。鲨鱼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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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迎面吹过了大海风。放下来，明白吗？就是要稳定住这个地方，要张开它啊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吗？燕双飞同学。好的，没问题，我们接着再听行歌同学的。对吧？来，这个新歌同学扣个一啊！OK，我看到你了，不用扣了。你看，唱母音也是一样的，也要吸气，对吧？肩膀放松，放下来，扣开，吸气，声音放下来，就这样，完全打开它，吸气放下来。你看这个，就我们站就要站的。站着，正常的打开，整个打开的感觉，两肋张开，然后吸气，吸气，一吸它就往外走，你看到整个的，对，那个手没做好是吧？那么，是的，
现在就怕了，哎呀哎呀哎呀，哎呀哎呀哎呀，哎呀是吧？哎呀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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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哎呀哎呀呀，哎呀哎，哎呀哎呀呀，哎呀哎呀呀，就这样，啊，然后啊到 A 的时候啊，尽量不要嘴巴动太多，尽量就嘴巴就是，哎呀哎，哎呀哎，明白吗？接下来是天路音乐，天路，天路音乐是不是很喜欢大飞老师？大飞老师很喜欢唱天路。天上飘着些微雨。你看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天上，你看，其实你的声音啊，就是有点提上去了。那么这个跟吸气也有关系啊，只是呼吸很重要。大家不要觉得，哎，我今天好像就是在讲呼吸，其实呼吸跟我们的声音息息相关。你气息没吸下来，你的声音天上，它就是这样的，气息吸下来了，天上，对吧？啊，都得上劲儿了呀。嗯，对吧，吸下来，天上啊，放了，天上飘着些微云，地上吹着些微风啊，微风吹动了我头发，风叫我如何不想他啊啊！尽量的去放下来，叫我如何不想他。正常的放下来，一吸气，然后这个地方也打开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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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啦，月光亮着，首先这个地方要扩开，亮，扩开了以后吸气，啊，它就能吸下来。有时做不到，所以要多领悟，多这个，多去听，多看，多感受。接下来是涅槃重生，01057明美高阶课第十七节的作业，九儿第一段。身边的那片天野啊，手边的枣花香，高粱烧来红满天，九儿我送你去远方。结束。01057
明美高阶课第十七节的作业，九儿，第一段。身边的那片田野啊，手边的枣花香，高粱收来红。好的，这个涅槃重生同学啊，就是你的打开的程度其实还不太够啊。打开跟呼吸有没有关系？当然也是有关系的，是吧？挺胸抬头，打开。身边的那片天涯，是吧？整个打开。手边的枣花香，是吧？看身边的啊，放下来，整个空开。身边。吸开，放下来。身边的那片天涯，手边的枣花香，高粱收来红满天，九儿我送你去远方啊，先去把这个打开，明白了吗？这个涅槃重生，我觉得现在还是不要，还是尽量往美声上靠啊！只是我们当时呢，正好是有一个这个课，给大家多普及了一点，明白吗？没关系。接下来是诗画啊，诗画同学的作业在哪儿呢？我好像没看见。对，要先打开。你看，有点晕，就有点挤喉咙啊。云儿飘在海空，月儿藏在水中，早晨太阳里晒渔翁，迎面吹过了的海风啊，打开大海风，水水水与我迎面吹过了的水与我啊，水与我迎面吹过了的海风。就是要尽量开大一点，就是感觉啊啊啊啊啊啊，是吧？
一看，把音量打开一点，稳定住它，稳定住它。明白吗？对，口腔打开的不够，牙关。所以，所以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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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也免了。这有一个这个憋的这个劲儿。任我俩的海风。啊，海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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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打开。大家也可以多做这个练习，就是把嘴巴张开。啊，放下来。沈秋梅同学，哎，沈秋梅来了啊！云儿飘在海空，鱼儿藏在水中，早晨它。好的，这个沈秋梅同学啊，你的音色很好，很亮，但是我觉得你啊，可以这个，可以这个，就是说你不用这个，不用太那个啥，就是太故意去表现自己的亮音啊，没必要啊，你就正常的打开。你看，你云儿飘，没有状态。牙关打开，放下来，小气。后背打开，后背要打开，吸气，吸气。放下来，云儿飘在海。云儿飘在海空，月儿藏在水中，啊，大大太阳里生于我也，我也面吹过两道。海风啊，整个的这个声音啊，要再打开一点。就是你现在唱的太亮了，太亮了，其实，嗓子的东西会多一些，啊，就是你的这个嗓子大竖了，
啊，大树老师来了啊，欢迎大树老师。这个喉头放不下来，就是因为你太亮了，明白吗？就是你不要云儿飘，这喉头肯定是往上提的。你有时候可以让自己声音先暗一点，云儿飘，它就能放下来一些。啊，不要云儿飘，它肯定是提的。啊，不要追求太亮的音色，过于亮的其实是挤出来的声音。云儿飘在河湖，先不要那么亮，云儿飘它就很亮，一亮就是很，就肯定是这个喉咙头肯定是提的，肯定是挤的啊。吸好气，正常打开吸气，云儿飘在河湖，先不要那么亮，不要嗨，那肯定是提的，先去慢慢的去放啊，一点一点的放，不要就想着一下就下来，那是不可能的啊。我想告诉大家，你想一下子放下来那是天方夜谭，只一点一点的去放啊，从音色上啊，从这个气息上啊，去慢慢的去改变。好，接下来是燕双飞同学。哎，不对，燕双飞同学我已经给他看过了。好，枫叶同学啊，枫叶啊，对，不要追求过于亮的声音哈，过于亮的不一定是好的。当然我们说的是这个，首先你要是打开了以后的亮那肯定是对的，但是呢如果说你没有打开就很亮，那这个亮是不正常的，或者说是枫叶同学还记得你在那一节课交的作业吗？枫叶是不是很久没交过作业了？没交作业啊，没交作业那就算了啊。之前有吗？我看看能不能搜到啊。这个搜的没用啊。好，还可以这样。感冒了是吧？行吧，那么之后再教吧，好吧，之后再教。之前有，之前是要多久之前呢？多久之前？第五节课？找一找啊。哎，还找到一个，我们听一下啊。浩伟老师第五节课，母音转换在歌曲中的运用，歌曲《大海啊故乡》。小时候，妈妈对我讲，大海就是我故乡。海边出生，海里成长，大海呀大海，是我生长的地方。海风吹，海浪涌，随我漂流四方。好的，这个枫叶同学啊，首先你这个声音啊没有完全打开。浩伟老师第五节课母音，首先你没有完全的打开啊，要打开呢首先你要先做好气息方面，比如说你怎么吸气，对吧？我今天其实讲了很多遍了啊，对吧？双肩自然的打开啊，别使劲啊，别去僵着它，自然打开啊，
扩开，然后呢直接吸气啊，手可以放在这个肚子这个地方啊，一吸气整个地方打开啊，保持这样的一个吸气的状态来唱啊。小小小时候啊，这样的状态，牙关打开。小时候妈妈对我讲，爱就是我故乡，海面出生，海里成长，大海呀大海，是我生长的地方。先要打开，啊，海风吹，先不要找那么亮的音色啊！你看你现在大家都很亮。都很亮的说明你们条件都很好啊，但是呢其实有的时候啊需要一点这个对抗，气息对抗，就把它先放下来，先放下来啊。对，还有一个就是牙关，牙关要刻意的。小时候妈妈对我讲，大海就是我故乡，海面要先打开。对，千万不能大白嗓，好吧，能听懂的同学给我扣个一，好吧。能听懂同学考考一啊。行，那今天咱们就先这样，然后呢一会儿这个一会儿晚上还有正式课，大家准时来。好的，同学们，拜拜。